现在会场一有没有人呢？有画面吗？还是有没一有？个人呢。我这边都没画面。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解决。对啊，这游戏没没有有。很多人玩，找到了。是不是因为你设定了那个网卡？我连 PSV 都打不开啊！我那是个不网卡是早就你拔设定掉了那了。个网卡？那网卡我早是就不拔是因为你的电脑设定了什么东西？掉。我早就拔掉，怎么可能跟那个有关系？我是 Vita 那个呢？咦？咦？哎，现在连 TV 都开不起来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？今天不开视讯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开过啊，都是阿帕。你现在是什么状况？那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啦？解析度的关系吗？他每次都要重设解析度呢。好，来吧。你在十一哈？AD Hack 在11，会场在01。好，再看一次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咦？咦，预设是电脑，玩家进度就会变更了。对我现啊，在01是没有人参加，还是你也要重开？重开什么？重开游戏，因为你刚刚也是才刚调一而已。应该是关闭电源，再重开 TV。我已经重开了，会场01啊，对吧？会场01啊，重开 TV。那、啊、你重开了？我整个 TV 重开。你现在重开啊？感觉就是要整个 TV 重开才会变呢、好吧，我刚刚已经重开了。那我现在做桌子哦。坐吧，坐一个桌子。用网络连线不用 AD 不行，他没有出那个网络连线的对战，这很可惜。真的，可惜可惜，可惜可惜。桌子做成。今天搬砖哥抖内了345枚。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他抖内了345枚，超猛的啦！我们要吃好烤肉夸啊！张的啦！我们要吃烤肉，我们烤肉要烤牛排了。我选好了，这游戏只能面连。是啊，可是我们也在隔壁而已啊。我们明明人就在隔壁，却连不到对方的房间，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会场一吗？Yeah。来吧，到底能不能连呢？有了吗？一人参加我中，打2次半钟，这是还是没有？一人参加中。我现在看是一人参加你中啊，进来就是一啊、对，哦。诶、欸，本来是零人呐、啊，是除了我那你以现在外再的，找一次，还没是没有。有？啊，why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桌名改一下。那你 demo OK，桌名改一下。不要谁都 OK。初心者欢迎，桌子做成。好了，有吗？还是没有。还是没有。坏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参赛有3个人是电脑，那我们再我开个人单看看，再开一次个人单。对局方是个人来赛 Google 一下，看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没有人有办法跟别人连线。半张嗯，PSV 哦，天做成才了，麻将少年连线做成了，通再看一次信，吧。那参加还是没有？我调成观战了，你看你能不能进来？你调成观战？对啊，我调成观战了。没有啊，就连房间都没有啊。电脑卡了，3个当然进不去。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设定不要电脑啊。这边要怎么调成不电脑？对呀，又怎么调不电脑？对啊，应该是原本就是电脑，然后
怎么连开个桌都这么难？谁知道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把电脑拿掉哎。嗯，连线。PS Vita TV。三角形。嗯，我想到一件很有可能的鸟事。怎样？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种鸟事，就是我是直接载那个，你是用卡带，我是用日本载的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是这种。我也觉得。那不然你用你那台连连看。不是，我们叫巧克力把他那一个卡带拿下来，借我。怎么样？快点，我们扣巧克力下来。虽然我不觉得是这样子，但是还是值得一试。没有，应该不会有这种事吧？因为我是用记忆，我是用记忆卡玩的啊。然后，哎，巧克力，哎，游戏卡带借我。游戏卡带。对。因为我现在在跟鱼竿连，可是没办法连。我在想是不是卡带的问题，这样就太白痴了。若是的话，对啊，因为我是载到记忆卡，然后他是用卡带连的。可是我，你们开台吗？对，借我们一下谢啊！啊？好，那我要停止了。耶！借我们一下，连账号都是同一区的，是啊，你是日本的吧？要怎样？对，我是日本的，还是只有卡带？什么？整个拿过去吗？还是只有卡带？卡带就好了。欸，可是他是台湾账号欸。谁是台湾的？没有，没有，那是只是游戏而已啊，记录都在记忆体里面啊。好好好，记忆卡里面。你的游戏卡带有不同吗？啊，我是从他是用载的。对，我是用 APP， 把日本的那个 Sony 载的。账号都是日本的。该不会要更新吧？这有需要更新吗？还是我们版本不一样？欸，我有更新过哦。你有更新过？最近我载特点啊！最近有需要，不是载特点，是最近有需要更新吗？我拿下去给你。好 ，Thank you 了。没有啊，我没看到需要更新的地方啊。哎、欸，你回到主标题，主标题。主标题。就是最后最外面的标题，右下角有写版本。我在按那个看有没有最新版。没，你先移到那个啊，全国篇那边，我是 1.01 版。你要嗯哼，是1.01，嗯，在哪里啊？主标题再跳出去，哪里有写啊？右下角，右下角没有字啊？没有字啊？我们你说 press star button 那边吗？对，没有字。好，我们版本不一样。太棒了！白痴哦，这样有什么差别？太棒了！为什么？我们两个版本不一样哎、欸。所以我一定要买实体的才能跟你们连线。这个游戏没有台版的啦，我们都是一样的游戏，只是它是用载的。我是用载的啊，我是直接从那个啊，借我啊？要不是你们的版本会更新，就是我的之后会不知道怎样。我插那个实体版本看看，等我一下。有了，找到盲点了，太低能了。所以你又要再买一个实体了。对。哇哈哈。哇哈哈。他的下面有写版本，我们的下面没有写版本。这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记忆卡内已有相同的应用程式，确定要删除记忆卡内的应用程式，并使用此 Vita 的应用程式吗？此情况下，仍可继续使用此程式的追加资料或保存资料。是我没更新吗？我按了好几次更新欸。左边那个黄色要按。此情况下仍可继续使用此应用程式的追加。我已经按了好几次更新欸。确定要删除吗？我不要删除哈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是这个。他没更新。有了，是我没更新。那我就先玩。What？ 你要回去练了吗？我刚刚打到第三张。所以你更新了吗？更新了吗？你在更新了吗？我在更新了。你要不要拿下来跟我们一起玩？黄色的我们三个可以一起挑战公永效。我一直以为是这个欸。你要不要考虑？
好了，那就等他，所以是他没更新。哎呀，观众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发？白痴哦，他们讲几次啦？修什么啊？自己没有听到。应该在雷哦、喔，爽啊，怎么样？更新完了没啦？剩一秒，剩零秒。哼，我是1.01版哎、欸，这个。好了不起哦。那个废物一，废物1.0。哪里啊？左上面。对啊。黄色十字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最左边会有一个黄黄的，然后箭头往。哈哈，我没有。被聊天室挡住。我没有，吼吼吼吼吼。哦哦，是啊，好棒、哦。你快点呐、啊！安装等候中。嗯。来吧。直接接啊、哦，对啊，直接接就可以了。巧克力要下来跟我们一起啊，我们可以、哎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挑战笑，然后看谁先被击飞。真的吗？哈哈，来啊！拿下来啊！他要拿下来啊！耶、yeah ！那我们等巧克力一起。那先看看能不能连吧。现在可以了吧？来试试看啊！哎呀，有1.01的。哦。会场零一，会场零一，会场零一。通信对局。有人说，所以是观众的错。嗯嗯嗯嗯。对。嗯。对，嗯，对，嗯，对，会场零一，是聊天室的错。你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。挑战功有效喽。我觉得打我啊，哎、欸，还是找不到啊。会场零一还没做啦，快做，做了啦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终于有了哦，哦，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哦，哎，哎呦！可是你那么远，应该跟我们连不到，你要拿下来了。你为什么要学我后面写 JP？ 你在学我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要是巧克力用那台大电视玩，我们就听得到，我们 就看得到他胡什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在。他为什么不用那台？那台没有 HDMI 啊？有啊。有？那台有 HDMI？ 有。那就叫他接 HDMI 啊。我帮他看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用公勇照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用公勇照？你不是说要那个吗？拿宝牌？你不是要拿宝牌？这台用 HDMI 啊，把机。凶屁啊，把机。不过他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我之前买的那条线。哎、欸，你用大屏幕，然后我们看你的。谁要啊？白痴！用这条线啊，这条线应该可以用。没有，他跟我服务牌。我们就看你的画面啊。看谁？哎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抢杠吗？我们看你的牌，然后拿抢杠一。直接跟你讲就好了。好，啊，你用公勇照。是你用公勇照。我用公勇照。他用公勇照打公勇笑。大家等一下。哎，这样你看得到他的牌。我就看呢。我等一下就看他的牌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巧克力怎么会打那张？巧克力要更新。巧克力怎么要打那张啦？巧克力怎么打那张？大概就是这样感觉。等等，被笑开挂飞了就笑不出来。不会啦，不会那么难吧？他是第一个挑战哎、欸。工作室和巧巧家也太近了吧？基本上就是走路就到了。因为连新的网络是这样，九月五号，不，你不用接那个，因为我们是那样子连。我们不用那个连。九月五号。对。几号了？20几。九月26。26几点？手游不是哦 ，PSV。每一次都要重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快点，巧克力！快点，巧克力！快点，观众在等。很凶。哎、欸，我用视讯拍你。拍巧克力吗 ？What？ 可以不做吗？等一下啊，都不做。等下那我的荧幕就被看光了。啊，对啊，关我屁事。我要。我被你拍到太脏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很小，很小。就偷开了一下台。很小，很小，很小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I don't wanna bother you。我等一下，我之后再把它剪掉。I don't wanna bother you。会场一。
对，会场一，你有更新吗？你是1.01版吗？我不敢拍到菜渣嘞，好可怕。下面，这样。直接就可以两根，没有啊。哈哈，你的版本也是错的，是吗？你的版本也是错的。跳到主画面看是不是那个？不是这个主画面。哎、欸、哎，等，有我看到了，左上角要更新。哦，巧克力。不是跟你一样，你好意思笑人家？巧克力。哎你。那我要给大家看密码。没关系，他们也连不到这个 WiFi。抽吗？看屁啊！受不了了，明天等店家进了货要跑去买，快去买！就好胜，就好胜，就好胜！巧克力雷耶，巧克力雷！巧克力快一点，右上角，按了之后要按。哦，60秒，马上喝杯水，倒个茶。我也想当个饮料。100秒，小四喜就溢满了，所以最难的应该是双面，不是双面溢满的大四喜吧？今天那个胡桃就是没有鼻子的那个，很可爱。拜，国士无双。哎，败在版本，错在观众，雷在台主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不是台主吗？就是你，台主是阿帕，你在那边嘞。台主是阿帕。我声音可以调大一点吗？什么的声音？讲话吗？可以啊。节日吗？多久？两个月左右。阿静说他等一下来的时候会帮我们问要不要吃东西。原来是版本问题。你只要往后靠，就会拍到你。你干嘛？你不用远一点？我干嘛？你怎么来的？我已经放很大啦。啊？你干嘛看人家的牌这样？很坏。因为这样子比较……哦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做一些技术的沟通啊。我要怎么做？我就只能通风报信。不会啊，不会看你的牌啦。安装等候都你要按啊！啊！在等你按，你要按。所以他还没装好。对。哇塞，我一直在等待。等你怎么等？我雷耶！他在等我、啊。耶、欸！来了，感受到了。开了。雷耶！要怎么换衣服？啊，有了，衣装变更。V1.01版。对。没错。没错，我用 Doki， 我用的是 Doki。你要用 Doki， 感觉能刻 Doki 的人不多耶，我不知道换一个。干嘛？为什么要刻我？我们不是要合力啊？要把魔方击飞哦！合力击飞脱了靴子的，要让他不再依偎我们才。欸，慢了，走。有，我看到了，我们三个打一个。给他随机啦，走了。你要随机哦。我的你要去玩谁？啊、哦，你竟然是玩谁？封印哦。解带封印。通信中。天才放江少年巧克力。哈哈哈。我等下就追你例子。通信中哎、欸，好久、哦。自一色大四喜四暗客单起。你看声音快变机器人了，为什么？我、欸、通信中好久啊，这是我们第二个难题吗？那一台当然没喇叭、啊。网音怕杠。你是接 HDMI 而已，那个荧幕又没有喇叭。对耶。欸，通信中好久、啊，为什么？鱼竿没按准备。我要怎么按准备？下面有一个准备完了啊。啊，被放枪少年挡住了。哦，对战开始了吗？嗯、被放枪少年挡住了。雷耶！被
超累。开始喽！哎、欸，我穿这件好，哦、这件好丑、啊。一开始就偷看。又要看呢、啊哦？这件好丑、啊。你会挡住我的牌。有条，有条。哦，你还在剪？你要不要开？我东风不让我丢牌。有条。发财谁啊？杠了。一开始又看。开场杠北风哎、欸。有人在按哈？你选谁？这个你看不出来。他看不到、啊。看不到什么？看不到人物了。他选那个啊。你看不到我选谁？他选公永孝啊。对啊。他选公永照啊。照还是笑？我们要照了吧？我们要打倒笑。照啊。打倒笑，你选的太过分了吧？为什么？不一定会赢。你这样会姐妹戏强。谁想那么久啦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谁想那么久啦？下一张要什么要来什么？不是都看得到吗？嗯，他音乐好，再杠，八条没喽，八条没。为什么他音乐要放的这么可怕？哎呦，这很难抉择哎。也没什么声音，哦天哪！哎。